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我抓了一个月的黄鳝，全部放在这个网箱里养着，具体有多少斤也不知道。今天的话，把它拿出来称一下，有多少斤？整整钓了一个月，来，全在这个网箱里。快来，好多呀！看见没有，全是大货，基本上都是大货。现在给它拿出来看一下，看，这些都是大货。可惜死了一条大的，差不多有六两左右吧，六七两。黄鳝全部抓完了，大概有27、28条左右吧。现在称一下有多少斤。大家猜猜看有多少斤呀？27、28条吧，大概。10斤，看见没有？10斤左右。抓了整整一个月的黄鳝，钓了一个月的黄鳝，才10斤。1斤60块的话，600块；1斤80块的话，就是800块了。现在还是把黄鳝倒在这个网箱里面，继续养在水池里，不然天气大的话，放在桶里面的话会死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